许多的新建案越盖越小，来压低总价。14坪，这应该算是套房了吧？但是呢，在桃园市就有建商推出了迷你两房宅，号称是减坪数不减房数，也让蜗居化的现象越来越剧烈。然后我们的厕所是都有窗户，通风跟采光都很好。走进屋内，门前有个玄关，转个弯，方正格局，摆得下双人沙发、茶几，一旁还有厨房、阳台以及卧室。14坪大的空间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适合首购族自住或是出租。桃园市近期14坪小宅夯，吸引不少自产族抢进。现在年轻人都先买小套房，慢慢放房，哦，等赚到钱买大一点，再赚到钱再买大一点。14坪才7坪而已。这么小怎么住？我觉得有点夸张了。他现在房子都这样子，不行的，太小了。除非你有楼中楼了。小资族买不起高总价大房，但是20坪以下小宅总价低，对于口袋较浅的购物族来说很诱人。也难怪建商今年推案偏爱迷你两房。以今年新建案来说，北台湾89间的迷你宅中，又以桃园市28间最多，而双北则紧追在后。桃园的工业区比较多，周边的这个租屋需求较高，所以很多建案呢规划出这种投资自产的产品给这个民众购买。另外一部分也是为了规避有些银行不愿意承做套房的贷款，所以才硬是在10几坪的空间里面切出两房型。无壳蜗牛想买房，只能从小宅入手，但这背带负担也压得喘不过气。根据统计，今年第3季全国新增房贷族平均背带就超过25年。缺点是总体的利息支出会比较重一点，但优点是可以降低每一个月的还款负担，那而且可以确保既有的生活品质，又可以降低这个房贷的违约率。无壳蜗牛好不容易有个家，但贷款期数拉长后，两面刃对购物族各有利弊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